小剑魔，先升两级。 来两下！哎呦，我操，这剑魔可以！哎，这剑魔，他这个Q用的挺好的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可惜了，没抓到。 所有人，喵的！我搞他一下，兄弟，先不回了算了。这兵线好像也没什么问题。那雪人不愿意来的话，我就直接回。如果雪人退球过来，我炸他一桶，给个点燃是可以杀的。他不来的话，直接回就行了。他要吃双核线。五刀并没有比我多多少。 我把这线全部吃完的话，他基本上是压不了我几刀，不可能是经验亏了一丢丢，钱不够买装备，难受。喵的，我看一下这波线是往外推的，那就还可以，我一定要拖到我的闪现，拖到七级，现在打肯定是打不过的，这线是必推过来的，这波千万不要给他打消耗了，这线要进塔给他打一波消耗，他就会直接把你给越了。 找到机会一波就打回来，有点可惜。如果是单杀的话就起飞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换线吗？ 我丢了，我不好救了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好勇的狗头啊！这。 炸到没关系，能炸到最好，可惜我炸歪了，有点损害我，丢，我的妈，吓了一跳，我操！ 没接到狗头的那个剑，啊？咋回事啊？这大招怎么取消了？是被打断了还是自动取消的？好。
留不住他，我这样伤害不够。哎，我在这个草蹲他就好了。又一个，打个五二一送给兄弟们。没上末日。这个人在干什么？我去，直接死了！他是 A 我一下，还是 A 我两下呀 ？A 我两下 ，A 我两下触发了鬼刀，我就死了。主要我没到十三级，我他妈差点经验翻了。我先死了。你用不上呀，你倒开用不上呀。哪里跑啊，你小子！操呀，确实打不了呀，兄弟们。五 A 没露头。操！我不是，我怎么感觉我伤害好低呀？为什么？我感觉我的伤害简直就是一坨厚的蹦屑。我等级怎么可能会有优胜？我等级能跟对面一样就不错了。他妈 V 十八个人头，大哥，他十八个人头，去上路拆塔就是小龙要不了。不好看扫描啊，我要用那个去找末日位置。哎，末日没出来，别追了，不追了，每次都这样。每次都这样，都不看人的，就无脑追。逃，快逃！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操，有点无语。狂轰炸！我又追外面去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而且我都不在，又追外面去。更多火药！
有点无语，我怎么连个无人都打不动？妈的，连个无人都炸不动！我这缘分。不是我那个减速对他来说很垃圾。我的那个减速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有那个龙，我的减速效果对他们很会被减一部分。妈的，真混蛋！啊哦，无语。哎呦，玩的烦死了！他落单了呀，这是机会呀！他一刮了我一下，那个冰杖减速，我追不到他，很痛苦呀，眼看就要杀了。不是你追别人不能追，追末日可以追，只有他能跳弹来埋伏我们。如果他死了，我们还真有机会拿大龙。什么借口你都有？行行行，我是菜逼，我是垃圾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垃圾，我再也不找借口了，我就是纯傻逼，我就是废物。要不回来跟我们一起走阵呢？终于他妈的把他给干死了，我操，啊，你炸死了，快踩塔，快踩塔，我的我感觉他没伤害的，为什么不等我？记，这。一人守一座城，哎，看狗头，把前排死了，无人就很好解决了。先拿跳楼吧，主要是我们没有兵线。可以追，可以追，他死了就结束了。啊！我的，我的问题，我刚是没有滑铲。我的，我傻逼，我搁那摁了半天的滑铲。我最后才发现，原来我没有滑铲，我就是个傻逼。我打他，他不会掉什么血。他妈的，有这个东西，
我打他，他确实不会掉太多血。等一下，我点根胜利之蚊香。哎，完了，蚊香没了，我操！先来打团吧，大哥来中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雪人到了，雪人到了，杀露露，杀露露，露露没了，一个人伤害就不高。你以为你像我，一人守一座城？拿下！我要哎，硬拆硬拆硬！真是你什么的 good！ 觉得主播玩的不错的话，给主播跪两声吧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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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